基础站桩十个点不能碰，但是这三个点比较重要，我给你一一罗列出来。第一个点，在练习屈膝松胯过程中，屁股不要往后往下坐，这样坐下来，腹股沟放松，腰部发紧，两膝受力，这个一定要避免。第二个，零基础站桩一定不能顶胸，如果感觉腹部是收紧的，这样站桩横气填胸，百害无一益，我们要做到收胸下寒。第三个，零基础站桩保持中正，不要拿百会上领，这个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适合，如果百会上领气上头，那么下不去的时候就是走火入魔。你能够规避这三点，其他基本上都可以忽略。通过每天50分钟的站立，你的站桩越来越好。